是更强大的生物在呼唤他。快灭火！你俩倒是报个名号啊！我叫张扬。那你呢？肖南。大家这么有缘分，要不要考虑加入沙海计划？大头，别叨叨了，赶紧的。定位显示，小凯就在附近。先别走了，这里有钢筋石的痕迹，附近有大型掠食动物。小凯，你说你平时都在训练他，他肯定能保护好自己的。哎呀，对呀对呀，大自然一定会眷顾他的。背上有东西，暴君水蛭啊！哎呀，幸亏发现的早啊，要不然小命都有问题啊！这个，水蛭啊，它会不知不觉地附在猎物身上吸血，然后放射毒素麻痹猎物。你这伤是旧伤，怎么烧的？
我跟你俩说啊，这个岛的生态圈呢，我刚刚观测了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原来被冰川覆盖，保留了三叠纪的生态系统，地下长眠着众多史前生物，不知怎么就被惊醒了。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按照进化理论，大自然本是适者生存，而非强者。这个越笨的呢，进化就越厉害。这是后退。好完美的蛇腿啊！这应该是不久之前退下来的，他好像在准备些什么。越来越有意思。哎呀，这个岛这么危险，那个孩子是凶多吉少啊。